好，我是黄巧伦，今年20岁，刚从高中毕业，11月8号生日，是天蝎座的哦。我很喜欢摄影。收音了。我还有另外一个兴趣是跟好姐妹一起旅游。还记得上一次我们去香港兰桂坊的时候，几个港仔想把我们灌醉，结果自己先醉倒了，超好笑的。女生的酒量没有你们想象的差啦，哈哈哈。